姐弟恋有没有美好？一定有，但它的前提是相互信任，彼此理解，精神世界契合。但你们两个人，我认为达不到这样的前提。对男生来说，您的控制欲一览无余，你让他这么做那么做，你给他定这个规矩那个规矩，你认为你说的一定是对的吗？你说的就全部是真理吗？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，他确实会心累，而且由于心累，他会对你们的这一段情感绝望。你控制欲为什么会这么强？我认为更多的是闲的，因为不工作，你有足够的时间强化这样的控制欲。所以你现在赶紧找一份工作，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。控制欲换不来安全感，爱应该是成全而不是控制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对你们两个人的这份情感，我感觉控制到头了，因为他喘不过气来了。所以这样的爱情很有可能就会被葬送。